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高岛沙发按摩椅智能声控动口不动手。好了，耶！哦，我今天要去交车，好早哦。因为等你，不然我早就出发了。是。好，今天要交两台车去台中。对，这样我还要去哦。没有，还不止这样哦。我们先交这两台之后，哦，马不停蹄，马上要去台中的斯巴鲁。斯巴鲁，买一台车回来玩。哦，新车嘞，真的哦，新车哦，对啊，哦，又有新车可以开，yes, 真好。第一次买新车还可以挑牌，我要先告诉我你车牌的号码吗？不要，到时候再说了。可是我想说，哎，好，那你讲，英文字三个号码，现在是 B 开头嘛，打 B R D。哇，我去标 B R D 耶，帅吧？不管有没有 B R D， 我最少我是看的是 B R D。哦，是哦。好，我要出发。啊，你等一下开慢一点，因为这个是一点交，你那个两点交，我们三点前要到十八路场。欸，回来还有车嘞，我们回来还要开两台。我们去，这台啊，对啊，你就在高铁那边等我，你去你们家两个站我。好。耶， yeah, 好了，第一段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两台车交好了，交完两台，有一台代步车我们可以先开。等一下两点半，我们等一下赶着去哪里呢？台中的监理站。等一下过去，我们去要先马上过户。欸，我牌都选好了，2233呢？2233啊，不错吧？2266没有2266，我选不到了，我选到2233了。哦，想谁要摆的哈？相合相合的，我去标的嘞，人生第一次标牌嘞。标牌要花钱吗？3000块啊，起跳。啊，是啊。假设你我按加1000-4000。你要再加1000-5000-6700-8000，一直加上去。那你花了多少钱？3000-6700-8000，一直加上去。没有，我说如果1122有人要，好给他。我这一好换33啊，这样一直换的。我这最基本的标就好了。对啊，因为我想说有个标牌就形式就好了，不要标到很高啦。其实不要讲出来好了，标1万的。好，哎，可以，怕人家打烊，我就全部都加了。走，赶快走。我们现在要去签新车咯。一行当天我买第二架新车咧。对，没错吧？先炒我第几架咧？我买第几架？去签人家做。也没什么，过欢户而已啊。过欢户。对啊。过户需要做哪些步骤？过户要步骤，对啊。第一当然是要保险嘛，不管现在不管什么车，你要过户一定要第一要强制险嘛。强制险之后就是要完税嘛。今年度假设你今天买的，就从今天到年底一定要缴完，才可以在路上跑。好，完税证明结束了，就可以去领牌，把车牌领出来就可以使用了。假设你今天是老车好了，买中古车也一样，你今天缴销就是要重领，税金要缴完，一样可以出来。啊，如果最简单，我在公司就这样，哎，麻烦姐，谢谢，真的好啊。我刚刚交了两台，现在我要来人家交给我车了。好，我等下就把它开回家了。哇啊 ，IKEA 的了。现在可以发动，要发动，好，我发动给你可以吗？哇，新的，新的啊！看一下，8公里啊，看看为什么8公里？为什么？开去干嘛？最少他入港要开走啊，会不会有人会以为这为什么你帮我开了8公里？嗯，啊，很正常啊。看到这个就高潮。那个？这个？不是啦，这个。哦，这个、啊欸，这真的会。手路的呢？六速哎。你看 R 档在这样，哎，你又不要这样，哎，哎，拉哇，你看这样过来不会抖，那个拉起来又可以过来一点，拉苦，也没有，好啦，那我先关起来，哎，户籍你看在照，哎，你看钥匙有套子的，就只送不卖，有，哦，漂亮，很蛮不错的，那质感的哈，我全部吃到点好了嘞，他连使用手册都跟我讲，人家说好，人家以为享受一下来。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这边它是有点像 Lexus 它这种数位仪表的一个设计。好，它这边的话，从侧向你可以改变它的主选单的主选单，包含像电量啦，包含它的油耗啊，以及整胎压。但是它胎压只有单一种，它是 KPA， 它不是 PSI， 就 KPA。然后再转过来这边的话，这边它的侧向的那个距离的那个，哦，这个它都可以显示。它这个动力，你可以踩一下那个油门。就是动力的曲线、扭力曲线、马力曲线。对，好，这个定速我知道。这个头塔万年不变的定速。对，这头塔定速，它不是斯巴鲁的东西。我1992年的 LA 都是这一根的。那它有跟车吗？没有，没有。没有跟车。你这边没有 i side 的就没有。对，自排的才有。自排的才有。然后胎压的设定呢在这里。
哦，就是如果你要改变你的胎压基准值的时候，哦，我知道，就从这边，哦，它躲在里面哦，你不讲我真的找不到。它如果常压的话，它会有一个 TBMS， 哦，就这时候你就打完气，你要我知道归零就对了，然后对，然后再常压，然后它就可以设定好，嗯，它就不会亮灯。欸，我要感谢一下嘉瑞，讲得很仔细。这新车我也不会，我要学一下。所以 有需要斯巴鲁任何的车款都可以来这边找嘉瑞。为什么这样讲？他讲的最有说服力，最少他自己买了一台。就像好像你开餐厅，你自己都不敢吃饭，你叫人家吃饭，人家怎么敢吃嘛？老板吃饭我不敢吃，为什么？因为我主持指的我不敢吃。你看他自己都相信，他自己都买了一台，所以就没有问题。我为什么要买一台，知道吗？最少他可以摸得很清楚，哪一个要怎么用。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高岛沙发按摩椅、智能声控、动口不动手。嘿，安娜，现在又有一台了。对啊，我刚。那我问一下哦，欸，手牌跟自牌怎么分？怎么分哦？看排档走啊。那没有啦，那是其中之一。再来就看这个，对吗？插在这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看这个。好，这个也看不懂，有可能撕掉。这一定手牌的，它没有 eyesight 的这些，哇，有两个像镜头一样，没有？你没看到？哦，你加哦，加，哦，所以它跟车是靠这个跟，对啊，倒车雷达也有差。它屁股有四个倒车雷达，手牌没有倒车雷达，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差十万块，但是都有倒车镜头。哦，有倒车镜头，可是没有。手牌的是拿来甩的，没有在 对，没有在倒车的啦，对啊，表示手牌的技术都比较不用靠雷达。哦，是。啊，其他路看起来都一样啊。嗯，好了，大家知道怎么分别。好，耶，yeah ！今天真的是86开卖，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开走了嘞。啊，不是开卖，我们是开走了。对啊，再次感谢一下嘉瑞，他在台中这边。各位观众大家好，这边是我们那个台中澄清汽车哦，苏巴路的南屯服务中心。那我们台中的话有三个地方，那其中这个是最大的服务中心，包含那这边有新车板喷，然后还有维修中心都在这里。那另外我的据点是在草马营业所，那我们店还有一个文心南路的那边另外营业所，然后希望各位如果有兴趣苏巴路的朋友们可以来这边看看车辆，然后选购车辆。哎，服务很好啦，真的，想买车的或来看车都可以来找嘉瑞，到时候我名片帮你再，放上去了。谢谢老板。好，没有他的帮忙，我们又没有这一台嘞。哎，再次感谢。谢谢。好，谢谢嘉瑞。耶。我们就我也拿来抽奖。耶。感谢。可以抽了。耶耶耶。好。事成中哦。讲得这么快哦，欸，原厂这个声音其实蛮爽的。我目前开起来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它离合器还蛮高的。嗯，有些离合器上放一点就有，它是蛮高的，点是比较高。开起来操控，我觉得，欸，还算不错。虽然不是很激烈操控，可是看起来就是它底盘蛮轻弹的。有点像该装的底盘，嗯，啊，就顶哎哈，就舒服哎。我的喜欢就是类似这样而已，嗯，再不能太硬，太硬就比较不舒服，因为我的嘴都会抖，所以这个我还蛮适合我刚才开的。那你觉得它的原厂的声音好听吗？声浪还算不错，就像我们上次开那个亚瑞斯一样嘛，嗯，到底是引擎的声音还是排气管的声音，好像两个都有。开回来了，对啊，我还没归零呢，就到了，反正很简单嘛，现在目前11公里嘛，嗯。啊，好了，全部都归掉了，那就回去再看。好啊，期待你的试车报告。那我先走了。嗯，好，你开快一点哦，不然追不到。耶，yeah ，泰山，我想说我开 B R G 很快，我到了，你还没到，哦，还很高兴。结果原来你掉了，掉车了。是啊，你掉车哦。我掉车了，你的水箱又把它爆了。水箱爆掉了，对。本来想说开回去，这台本来就要报废了啦，本来。开到公司，欸，我们刚好有马力还是干嘛的，欸，有用还可以拆一拆。现在我换不行了，拆不回去了吗？不行了，水箱爆了，再开引擎都冲掉了。拖回去了，拖回去还浪费拖车的钱呢，啊。报废假设10000块，要拖这个又扣3000，要剩7000，干脆把它报废掉了。车主听说昨天还来到桃园，结果桃园过了就死了。哈，我过桃园他就开始 kiss 笑，开始 kiss 笑，好啦，反正证明了一件事，车子有车神在。他知道说你要换车了，他真的报废了，真的是报废了，能开到我们公司都不行了，对啊，等下拖车就会把他拖走了。本来想说开回去，现在开不回去了，没关系啦，骑台车，好，你可以搞换气，马上厉害嘞哈，旧的给你开你也不行嘛，好，新的给你开你那次也是爆胎，我觉得你蛮厉害的，是新的吗？比较新的啊，这一台，假设这一台比较旧的跟新的比起来，你还是不是我问题的。
那是技术的问题咯。不是，我不晓得啊。运气好，你运气好，你都遇到了。那个水箱放不是我问题吧？我不晓得，还是你吹太快了。有可能啊，对啊，你想追我，我追太快了哈。好啦，没关系，反正就是遇到了就处理好了。我已经联络好，等下拖车都来拖了，好吧？我等下载你回去。我回来很久了。我刚回来。那时候是八公里，啊，后来跑一下十一公里吧。啊，我去加油，现在跑182，少了三格。170。我跑了170啊，总共我从台中那边开回来开了170公里。那、啊、你觉得好看吗？还不错，因为今天算车也算多了，可是有一阵子冲出去，终于没有车了。可是限速也是这么快而已。哦，对。这样讲了，挂六档，可是油门补下去，它还是会源源不绝一直出啊。开快之后就觉得刹车好像不太够用。不太够用，所以你觉得刹车要？难怪要改。还是要改對。对。50当然刹得住啊，150的时候就刹不住了。没错吧？所以你开到150？没有。啊，我刚刚我定速，后来我定速就120这样一直走。换挡顺吗？还蛮顺的啊，一开始还不太会啊，现在没有，你看没开了，我们现在偷开好了。我觉得 BRZ 的头比86好看。啊，都一样啊。哪有下巴差很多啊？你看 Toyota， Toyota， 他们是共用的啊，我是负责开威亚的啊，到时候如果有试车影片，小试会试的。对，我不要说太多，不然他就没得试了。那喜欢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开小铃铛。老泰山，你不要再掉卡了，我这样很累。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ウルトラー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高岛沙发按摩椅智能声控动口不动手比赛现在比我看到你没领领了。请问一下大家好，大家喝什么口味？ 我没领过的，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没开搞，我就给你，我也是啊。你好，我也好，我要走了。走可是他干嘛？他在等我，等你啊！没有，可是他甜的呢。李总啊，我刚看他，阿娘，我也是翡翠柠檬绿。他还问我甜度，我说那无糖哦，啊去冰。他说固定的，哦，那固定的。那还问你哦，因为我有一个是另外一种，我就点两种。哦，不然讲，好了，再多一杯好了。你先听过吗？那我就要去。It's good to drink 。意大利？特别尴尬。我知啊，阿娘喂，阿娘喂。阿娘，哎呦，这酸，有点酸，有点酸哦。哎呦，让你喝一口就会看，阿娘喂，那嘞，好是不是？对，有一点那种感觉。难怪它的名称是这样来的。好了，我们又做公益了哦。今天有做到公益了。